处理自己养他嘞，把他干洗都还亏不起。酱汁肉是汪姐的几大看家菜之一。吃肉多嘛，吃土豆嘛，吃肉的啦。这个你要烧的不好。别小看这碗红米酱汁肉，从选材开始就是极为考究的。汪姐对老板的路数一清二楚，好的东西总是藏在最最下面。汪姐二话不说，就先主动做起了小工。好么子看了我的，我要帮伊劳动啊，别这我就没个。侬不帮伊背，来帮我上头个么子，帮伊背后头的老婆。帮我帮我拉刀，等侬得早帮我切三条。搿搭去掉吧。对对，搿搭搿搭勿要，没骨头我勿要。汪姐要的是猪的两块肋排上的五花肉，层次要分明，肥瘦均匀，这样的肉烧出来带骨多汁。不仅如此，对于切法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。我头前头两块还是太厚，我等下拔出来就高高低低高高低低。这样的切法是为了尽可能的让每一块肉吃在嘴里都口感相似。搿种一块块小肉侪是我平常买了摘下来，主要是搿能介摘，侬看后头辣骨刀对伐？搿侪是我摘的。汪姐留下的这些边角料确实尴尬，尽管相熟，但老板也是要做生意的，也只好每斤肉多收汪姐五块钱来减少损失了。去头去尾去边之后，留下了肋排中最平整的一部分。我们很想知道，一头猪中能被汪姐所用的这样差不多八公分大的肉到底有几块？十块、五块、五十块。哪有五十块啊？再数一下看，对，八三个两块，三个两块。看来肉铺老板当年上数学课时没少开小差啊。两块了，要是一只吃了回来了，他就是精挑细选，边上的边边角角的，他就要这么这样的要求，他就要求是规格。就一只桌其实只能这点肉是汪姐满意的。哎呀，汪姐，只能再买这么多。他就能要什么？一直做。前头呢，伊还没达到五花，连排骨嘛，搿搭勿是五花。后头呢是骨头没了，又没骨头，啥人吃肉嘛，总要打眼骨头，又骨头没了。搿肉相当于一个有软了、前了、后了，有软了、硬了。一般性做出来要硬了，后背这个比前胸的要好。小排骨能让我看看做。我要你的贵肉，我晓得呀。太大好摘，头担心哦。这牛颜色干，我们老不咋可以。这个有一点了。这两块牛的，因为颜色老深，应该说点颜色对。搿只搿块牛的，滋生小牛嫩哎。因为我去买牛呢，打油，侬打眼油呢，烧出来就是排骨头有道嫩身的。侬纯正搿种精肉了，很柴的，老啥个硬节奏。啊，不一烧，啊不一十块钱吧。啊，侬白油还是要帮我白，我过两天要。白油油呢。两口。这是绝对的这个白油。老板嘴巴里绝对的厚板油，在汪姐这里根本过不了关。翻箱倒柜做小工的戏码便再度上演。汪姐已在这家肉铺买了七八年肉了，按说老板对汪姐的脾气已经足够了解，但作为生意人总免不了心存侥幸。可是偏偏汪姐在挑选食材这件事情上如此较真，半点瑕疵都不放过，半点情面都不给。汪姐面前想要倒浆糊还真是有点自讨没趣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这样的老板可新鲜了不得了，对吧？没得啥子哎。这窗户呢是肯定新鲜的，新鲜的肯定好，好了不得了。啊，这窗户是。你搿个牛头，搿条牛头，这里。但搿条太小了，品相难看。我晓得侬物事好，但太小了。太小没得。我已经一比搿窗户太小，我实在没办法。侬要买，我只有两次了。根本就是为着给人家两条。就给人家两条，但是搿是保证我日次，我买冷次。冷次有个老好看的冷次。没办法，为了坚持鲳鱼是热气的，汪姐只能舍大求小，卖相和品质相比还是后者占了明显的上风。哎，老子帮妈进度我会我给他几家人家在买，今朝晓得了不得了，没办法用了，好吧啦啊，就那小姐，鲳鱼好歹是买到了，但好的河虾还是遍寻不着。今朝在买，今朝在买，一家都没有啊。河虾没有呀。
后来汪姐告诉我们，都是因为我们的跟拍，她不好意思让我们再跟她去别的菜场，才打了电话给先生请她代劳。要在平时，可能就为了买到那一样能够令人满意的食材，她都要从早上9点逛到下午1-2点。看着汪姐在马路边一边啃大饼一边等着先生，我们也怪不好意思的。小姑娘，哎呦，等这些啊，等这了嘛，又回到朝阳路菜场去了。啊，不要紧了，朝阳路菜场现在刚出来，稍微过歇歇。刚刚有辰光一只菜买不到，要兜几个地方。那么我心里打得动，哎，不是我买的，我也要有想法了。就是这后没买着，因为我今朝没跟到别个两只菜场去，自家心里有点打动。平常辰光我有的辰光才自家赶过去，今朝有点打动了，到店里才晓得了。应该在噶许多年数也晓得我脾气，差个不会得买回来。买回来，我像正常女人一样，结果要路有的路了。结果我客人嘛，我没背拉吃，太背个我又不让给客人。路是有的路了，好像就是我今朝缺掉一块，没有做了完美。翻了多了嘛，伊也讲这，明朝侬自家讲。这样我都讲都讲你得有心情啊，好用就可以了，不要管。尽管不在乎价钱，但在今天的上海，以汪姐这样的买法，要凑够一桌子菜也确实够难为她的了。昨天市里吃了一吃那个馍啊，我凑熟食。酱汁肉和红烧肉的路数完全不同，不需要加葱姜煸炒，焯水后直接放在锅子里大火烹煮，而且肉的颜色完全依靠这一包扎在纱布里的红米，酱油是一滴都不放的。一般红米烧隐藏过来一股味道，就是跟一般性要烧出来的，有米香的。我吃到是八角鸡。放一个八角是为了在红米本身的米香上多加一重香味。有的要烧油嘛，那豆腐放了给烧。最起码半个钟头以后，它小火。非常不错。非常放下去，搿肉颜色就会得变出来，变深。在汪姐的做菜宝典上，一切调味都必须以突出食物本身的味道为第一要义，而火候的掌握也极其重要。整个烧酱汁肉的过程要持续2-3个小时。虽然已经烧了成千上万遍，早已到了闭着眼睛也能烧的境界，但汪姐还是时不时就要视察一番。我们算是看出来了，对于做菜的每一个细节，汪姐都有点近乎神经质的讲究和执着。汪姐告诉我们，烧肉的秘诀是晚些再放糖，糖放得早了，肉就容易柴，口感就不好了。这盘红米酱汁肉堪称汪姐的代表作，猪肉本身的味道中流转着一股红米的清香，咬一口肥瘦均匀，软糯而不失嚼劲，而它似乎也在无形中凝聚了汪姐对做菜的全部信念和敬畏。他不是讲我都烧了哪能噶好，烧了好人多了外头，我又不是厨师，没办法去跟人家专业人比。就是讲，在了屋里向烧菜，烧屋里菜，可能我认真了眼，比人家多花了眼心思，因为我空呀，我专业在了烧屋里菜呀，对吧？在外头烧呀。在我们跟拍汪姐的很多个时刻，她都会渐渐陷入自己的情绪里，脸上现出一种极为专注的表情，仿佛一切人和事儿都与她无关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，大部分人都在为生计奔波，人们因为急切而马虎，汪姐身在服饰，却可以在她小小的厨房里始终如初，不对现实妥协。如果说一开始大家都是冲着汪姐的手艺而去，
到了后来，其实已经不在乎吃在嘴里的究竟是什么，而只是单纯的冲着汪姐这个人，冲着她的这份认真和信念而去。去开饭饭店样子做做，也比当那些青年人做做，就是讲失去我自家稍微意念了，就是讲我哪能能烧介许多菜？侬讲拨人家听，侬讲侬搿十桌人侪是我烧，人家会得信伐？勿信个呀！侬讲一桌两桌我烧，我俩搿能介，哪看得出就是我烧？人家冲了侬来个，而且我菜烧了好吃点呀，我也勿想拿自家牌子靠脸，搿认认真真做。我认为就是讲，我勿大会得去搿能介开饭，譬如讲老大饭店，可能会得开饭饭店，也适应我自家烧烧个，搿我会个。一直在考虑当中，就是一直忙得来啊，就是讲经常性躲到脑子后头去，想么子空的辰光想啊，忙的辰光就掼脱了，搿桩事体。我交给你，为啥我没说吧？一层皮包不牢。漂亮吧？早嘞，就去我有个把钟头好烧，侬不要看那条鱼皮在走了，对吧？侬马上去帮帮他，那烧了又塌塌烂，塌塌软。上吧上吧，我呢还觉得这边上去心平眼才好，活了平平常常不是蛮好。大富大贵的阿拉老没去，搿能介小当小了，我就觉得开心就可以了。平常心有搿股平常心中搿眼平常的事体就可以了。你要做啥做啥了？我辈子哪能我是不晓得，搿辈子就搿能介了。就这么一直烧菜烧下去了。烧到烧不动为止，烧到就是人家讲我讲侬个菜太难吃了。我就不烧了，只有一个人讲我好吃，我就烧给伊吃。大概对于汪姐，也只有在菜场、在厨房，才能获得人生的一种完成，找到属于她的归宿。她的全神贯注，在我们看来，有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庄重和美好。或许。这才是汪姐练成绝学的最高秘籍吧。不晓得为啥，但是我就随便啥生活当中压力也好，外加压力也好，辣辣烧菜的辰光，我怎么有下来的时候，我总归觉得不是老有安全感，不晓得为啥。讲不清爽。我到厨房六根清净，啊，像人家老早到庙里一样，六根清净。有吗？是是，跑到厨房该是有点。跑到厨房六根清净。夕阳里。到了厨房间里向就觉得心好顶了。哎，我到了厨房间哦，就是炉子旁边，到我会得啥么子，就是搿只菜汤烧，没啥想法的，没啥想法的，就是等我拿菜烧好。